虽然人称小绵羊，但熟悉张艺兴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他可不是一位胆小温顺的主。歌手出身，继而投身综艺，又跨足影视之后，这回张艺兴又客串起了导演。不信，一起来看。在巴黎浪漫的复古画风中，潇洒起舞别有风味。别怀疑，这支张艺兴的最新音乐录影带正是出自他本人之手。小绵羊此番不仅包揽了词曲创作、专辑企划，还扛起了分镜头脚本的设计和导演工作。新专辑真的是整个就睡不着觉，我已经连续现在有10天就是没睡着觉了，就晚上睡不着，就是为了这个专辑筹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音乐录影带中出现的老夫妇就是张艺兴的外公外婆。为了纪念两位老人的50年金婚，张艺兴设计了一段时空交替、角色互换的浪漫故事。我蛮喜欢挑战自己，真的，我也希望就是真的是做一个有追求的人，然后为了自己目标去努力奋斗。这首作品也在发行后不到12个小时内就占据了美国苹果音乐榜的冠军位置。而包含这首作品在内的张艺兴全新专辑将于10月7号正式亮相，相信届时喜欢挑战自己的张艺兴又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我一直希望说咱们中国的东西能够走出去，走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新娱乐在线，北京采访报道。